劫持聂董，疼得要死。快花桥，回了？怎么没回呀？你叫我去。你叫我去抽奖，我抽了呀。我不是跟你说我领到十块钱吗？我怎么没回？你去看看，我截图给你看。我怎么没回？我六点半回的呀。欢迎文志木哥哥，问我的什么话呀？我没看，我没看，发太多了。你发的都那主播什么图片、什么截图的，我都不高兴看的。欢迎 Q， 你发那么多图片的那些主播图片的话，还人情去了，还谁人情啊？去吧，拜拜。欢迎我的爸爸。干嘛请你这样啊，亲哥哥，欢迎，欢迎风心所爱。
心呀、啊！什么牛叉叉？我哥哥呀，什么我爸？小陈应该是你爸，怎么会是我爸呢？级别大的都是我爸吗？欢迎阳光。中什么奖了？中什么奖了？小姐姐的猪又中奖了，生海蓝钻。